他找话说，化解一下尴尬的气氛。我从来不觉得我们两个人独处的时候会有什么尴尬的气氛，倒是你总提起他，让我有一点点第三者的感觉。你还真是个自来熟啊。第三者是什么？第三者得是几人关系中的主要矛盾，你连我们的关系圈都还没进呢。那你总得给我一点名分呐、啊、不然我拿什么？别这样了，人家还是个宝宝。你的语气不够温柔，你要真诚一点，拿出一些感觉出来。我们再试一个要酥麻的那个感觉，开始。么么哒。好喜欢你哟，么么哒。郑俊彦。好喜欢你呀，么么哒。